艾迪卡，这是什么？水枪。对，我们两个可以玩水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不不不不不！我俩装满了，装满了，坑的。冲冲冲冲冲！他有点小嘟嘟。不要打我！我就搞被蚊子咬了一个包，我这里。这个尖尖的，游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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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，游开，还这样的。哎呦呦，你看啊，这是啥子？哇，你看外婆给你拿的西瓜来了。哎，妈妈给你。这个大小菜适合我爷爷了嘞，爷爷。啊。嗯。游过来。你游过来吗？游过来。游过来，游过来吃一口。嗯，你又可以游一圈过来吃哈。游。哦，游过来就吃一个西瓜，哈，又可以游一圈哈。不行，我这小小再吃。嗯。你看我弄这两大子。王大姐说她来吃的嘛，她说喂啥子的嘛。有银耳的，我都有。然后她不来喂银耳汤。你看，你快吃了，你女儿。你吃得了啊？嗯。可以。我新鲜儿，弄来晒干泡菜。要菜弄嫩嫩的，吃。对不？吃绿色的，有没有？对。我给你剥一个。对呀，对。好吃不？哇，彭哥弄不赢你了，悠悠，白白的没得了，我都白就弄多颗新鲜了，全部都吃了。啊，这吃的那个，太搞笑了，悠悠。扔到你去。扔到我去了已经。嗯。哎呀，那彭哥弄不赢悠悠了，对，这个肯定好吃，这个嫩的很，对。你自己剥嘛，悠悠。我都来剥。那你剥嘛，我去把银耳卵泡起。泡起，我再去挖点水喝回家来。要不要我也剥了？哦，能剥给你了，等你姐再吃，没等我吃了的了。我还要吃。有那好吃啊？嗯。再吃一个就不吃了哈。啊，好好好。嗯，哪个？这个啊？嗯。对吗？两个。啊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没得喽。还有两个。哎呀。慢慢剥哈，宝宝。嗯，慢慢剥。第一剥。哎呀，这个再来我背一会儿，挖两个来，鸡巴在那头。够吃了。京东。哎，哎呦，还是别不了。好，去挖的。哎，不吃一坨了。咋子星星给它去了？嗯，芽儿跟头没有？没有。嗯，让自家的哭哭哭的。点火。
不烫好不？手艺不好，没有味道，我们叫粘粘。时间短了。这个粘子都跑了嘛？哦，我打碗。嗯。干杯。